心别无望，只有道生死也伟大，只有佛法道是飞扬，脚尖着地手握刀枪，英勇给弟兄们听见，在漆黑的原野上，我们也快思念我们耳听八方，无声无息无声无息，钻向敌人的心脏，钻向敌人的心脏，只等那信号一亮，只等那信号一响，我们就展开闪电攻击，打一个轰轰烈烈的胜仗。心别无望，只有道生死也伟大，只有佛法道是飞扬，脚尖着地手握刀枪，英勇的弟兄们听见，在漆黑的原野上，他要吃到水底，他就上下，上他的东西，我们一路白天，我们一路。下个几百方便。现在是像你们的，而且很好。
一直在跑，三代一直来了。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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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的擦擦下来，后面的擦空气一下。啊，你那个不管，后面擦空气一下。对的，对的，正好，坐正好。口罩拿下来。副队长，请到。口罩拿下来，站。来，对的，总队长，副队长，来。来，队长，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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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队长，来，队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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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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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试一下，我知道，好好好 ，OK OK， 哎，我们要停下机子的，前面的旗子往下一点，哎，对，左边，左边往下，哎，好，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上吗？来，笑一笑，可以啊，继续规定啊，继续规定啊。我们要不要摆个手势啊？来，我们这比一个站一下，好不好？好，站，试下站不站？站。等不等？等一下，我们再来一张比爱心的好不好？好，来比爱心来。哎，好，好，好 ，OK OK， 谢谢，习惯了，习惯了，该回家了。花两花两，回家。到家里，不准回家。加预校加那个就是十八年半。姐姐嘛就二十多岁了，本来就是这样子嘛，讲实话不是讲乱讲的。这个是我同学，对啊，扛自己的嘛，五位，我九岁的嘛，阿弟，你十二岁，这以前五个岁啊，现在跟得上，你十二啊，你们还小吗？照相林队，没有，那元旦就不用办了。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总会长每一次同学会办同学会的时候，他都是莅临来指导。所以我们现在长话短说，我们现在我们敬请我们那个翁总会长为我们勉励几句，好不好？谢谢。我们高会长还有总干事建昌兄，然后我们区队长还有我们三位班长，大家下午好。十一期的同学会连续四年哦，啊，四年都参加了哈、哦，对，一次是在那个在桃园嘛，啊、哦，然后在那个在屏东嘛，哦，南投山上，哦，跟去年，今年这里连续四次了，真的我感觉到，我们这一期这一队，对，非常有活力，非常有战斗力，还有我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期人才济济，然后财力雄厚，哇、哦！我捌听阿公这个同学会吼、哦，啊，讲到变钱啦，啊，各哦，啊，讲哦，我上次回去是满满的哦，哇，真的非常感动。所以说到我来比赛，你知道吗？跟你说，我看了一个台机，让你追哦。尤其看到这么多老朋友，都是非常非常有成就。一个成就。我在这边拜托大家，有这么好的人才，为什么不出现在总会？嗯、大家请我们这个被推荐到总会来担任理事。担任更多的职务，担任副总会长，以后总会长要在我们这一期这一队产生，大家说好不好？好。手拉腿了，拜拜。哎，他好爱哦，都不爱出去哦。后面那个哦，这个我拜托大家。哎，阿伯，大伯，因为最近哦，我们都在推荐优秀的。会校友、哦、给学校去做表扬、哦啊、那我也是其中一个嘛，那都非常非常优秀。刚才有一个叫陈木琴，田木琴，他看到那个罐子，他那个罐子、哦、现在是叫他做一个给你一个100万出去展览还要带保险，这都是人才，都是我们校友会人才。你要看哦，那个今年的那个有一个校友，哎，出来说，我也当选的，咋办？哦，咋办的话出来，你知道不？哦，就一回就阿沙利耶哦，啊，开工厂还不错，哦，啊，当选的那个优秀的校友哦，啊，那个就问学校，问校友有没有需要什么，然后哎，不好意思讲。他就是警察出来就来，我不是给大家压力哦，当选优秀的校友，哦，捐不捐钱不是一回事，啊、哦，不是一回事，啊、哦，但是优秀校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推荐他，哦，出来接受表扬，这干嘛呢？给那些后进的学弟一个榜样，一个学习的对象，人生呢、啊，哦。大家奋斗的过程一定要让这个校友来知道啊，那个林建昌也是可以推荐的哈、哦、啊，还有那个全身都是病啊，我也是全身都是病的，我那个莫德纳打第二剂以后就暴瘦10公斤了，掉头发啊，肌少症的时候。我是最近这一两天才出来活动的，真的呢，我请假很久呢，哦，休假出来，啊，这边不知道第几场，我也是 long covid 啊，那个长长新冠是不是？哦，应该这么讲。那疫情之后，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么第一场的同学会，啊，请大家同学推荐同学。啊，优秀的
校友表演栏目，谢谢各位。喂喂，我们要感谢我们红总会人文勉励。那个有关这个，我希望我们在我们这个林秘书长在往生之年啊、哦，之前啊，能够当总会的理事，好不好？有掌声请，拍手。好、哦，他老是说他病很多嘛，病很多嘛，所以就在走之前啊，能当理事，好吧？谢谢。哎，那我们是在我们本期的哦，就是。表示一点心意啊，赞助我们总会哦5000块哦基金哦，与我们高会长哦助阵哦，大家拍手一下，鼓掌一下，欢迎一场英雄。谢谢总会哦，要我们回正，一直都照顾我们，掌声一起。那穿一个迄个口罩，大家足乖的吼，会戴口罩吼。同样，我们回应你，好不好？哇、哦，还没有吧？这个红包袋有够大了。好，续购的。谢谢总会，谢谢总会长。喂，喂，麦克风，那个另外哦，我们那个华人师校总会啊、也是我的班长哦，那个长期级的彭天颂哦，他致赠我们那个6000元的赞助金，我们请那个哦徐永耀哦，来来来来，一提个叫徐永耀啦，那个长期级班长啊，我有邀请他来参加。啊、他那个没有时间来参加，我啊挑高会长啊，哦，你代表那个彭班长哦，致赠我们这一期的哦6000块。哎、欸，那个包起来一条看呢，哎，每年看有人啊较济者。哦，谢谢。啊，我们现在请我们那个执行委员。胡春生，我们勉励几句，谢谢。各位学长好，我想请问一下，二师校它是在凤山，跟各位报告一下，二师校后来呢，那个严格改成那个中正预校，我是中正预校第七期毕业，所以说比较大范围的来讲的话，在座你是我的大学长，学长好。这边哦，第一次来参加各位学长的同学会哦，但是我要特别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件事情。我是退伍之后认识高老师的，高老师他在桃园市这边担任那个剑道协会的副主委，但是呢，我认识高老师在退伍之后呢，学习剑道，在高老师的门下受他指导很多。这个他身上穿的这件 T 恤跟各位介绍一下，很珍贵的 T 恤，这是在第16届的世界杯剑道比赛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时候的一个很珍贵的纪念品。他会不会啊？啊，他很厉害啊，他打我跟打假的一样啊。他是我们那边道馆在中立那边的剑道协会的总教练，所以说我是因为在人生。退伍之后的第二阶段之后呢，因为有剑道，因为有这些学长学弟的扶持，让我就是重新在社会上学习到这些事情，所以说特别感谢高老师，先不好意思两手空空了、啊，谢谢高老师。那我们现在请我们执行秘书，我们哦。长十一期哦，刚才有跟那个涂秘书哦，跟那个沟通过了，我们要把这我们50人周刊哦放在我们的校史馆，供我们的那个学长学弟哦参考。啊，涂秘书说，也希望我们再捐几本哦，放在图书馆，放在那个市校的图书馆，给他们那个学长学弟哦，参考。
所以说我们请我们高会长哦，那个致赠给那个涂秘书哦，送到我们四校校友会的校史馆哦，供我们随长随弟哦参列。所以我们本期哦五十人周刊有做一本很好的那个特刊哦，啊，谢谢涂秘书。加入校友会的行列。那我回去以后还要再寄四五本给他，他放到那个市校的图书馆，哦，给学长学弟那个参列。他们以后要做特刊的时候哦，可以参考我们。另外我们要致赠那个纪念品哦，我们出席纪念品给我们那个翁会长。翕相翕相，我们副会长江明内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哦，我真的很重，很重哎。另外一位，我们致赠那个涂秘书的夫妻啊，不是夫妻。好，来。拍照，哦，表示一点心意啊！好，谢谢，很重啊！不好意思。看到老婆来看，Hello。这很重吗？好，谢谢。我们欢迎那个南投县的那个，王半龙理事长哦，王子平王半龙理事长，那个我们致赠他那个出席纪念品，来，你俩还不够啦，我多给出席纪念品呢。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呀。对啊。开玩笑。来，高会长，来，就兄弟，就兄弟。这我们出席的纪念品，一点心意了啊！好，谢谢。王理事长，要不要帮我们？好像去年是不是？去年在仁爱我们去，但人在大陆。请我们那个副理事长曾思亮同学代表的啊，这次总算参加了。疫情时间啊，疫情期间，这个大家啊，我们都有年纪了，是一定要保重。也祝大家平安、顺利、阖家欢乐，感谢。来，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高会长哦，要卸任了。他如果不卸任的话，我们这个就收回来啊，我们纪念品就收回来。或者是要连任的话，我们就改日期。啊，那我们请我们的那个队长马戏啊，辅导长马戏啊，我们这个请我们的齐队长来。齐队长帮我们搬一下好不好？千万不要打破啊！你要拿这个，之前的漂亮的，不然你问那个真务会长。好，谢谢，来，坐上来。
那接下来哦，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会议啊。那我们请我们贵宾哦，先休息一下好了，哦，先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啦，差不多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必须哦，请我们戚队长还有同学讲几句话啦，哦。那我们我现在先请我们戚队长讲话。其实我的年龄啊，你没有参加，我是31年次，因为要当兵的时候，在军训的时候，我年纪大一点，跟他拿到当兵，我年纪小啊，就是报，所以我就报7岁，所以报3年次，所以我真正的年龄，我是属马，31年次，所以各位。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努力，把身体壮硕。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请班长，三位班长都要讲话，好不好？谢谢。啊，各位好，难得竟然又大家见面，大家身体要保持健康，像我这样，我的血糖都保持100左右。牙齿不是真的，还有下次的时候呢，历史上还是要健康，因为大家都明白，这胡子都正常，上来的时候都健康很好，打电话还有会员，谢谢各位。我们这个秘书长啊，他做到什么时候？往生瞬间，是秘书长的，是吧？往生的瞬间。哦，这不是秘书长，帮他刚刚做到那个哈，谢谢。大家好。慢过来哈，慢过来，就各位哦，邱方正、邱班长啊，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各位哈，真的是春风满面，真的我非常的欣慰。你看哦，现在哦，疫情的期间，全台湾省哦，已经走掉了8000多个，既然我们在座的都是好好，这个是不是很珍惜？所以说哦，以我的这个人生的观念里面哦，健康，哦，唯有健康才是你的资本。你存钱哦，存够啊钱拢无啊，我袂甲你骗，足济哦，钱存足济哦，结果拢是伫倒，伫遐咧有病，咧有借你听无？哦，人钱咧借假病，就是倒病。哎，你看看，咱虽然是钱足济，不过咱大家拢足健康。啊，健康就是咱的资本，就是咱。一世人哦，会当上代哦，人别人拢甲你抛袂起的。我讲一句较无好听的哦，因为我较爱讲话。你钱啊存啊多钱哦，咱的子孙会甲咱无分。如果你若健康创好条哦，要输到哦，我落去排掉啦。我所以大家看到大家哦，这个身体这么健康，啊，大家都有笑容哦，我真正感觉足欣慰哦。上歹重要的，就是要有四字。我的人生观念里面就是只有4个字：平安顺利。哦，祝福各位，谢谢。谢谢我们张班长，张班长，你一生拜拜，我不跟他拜拜，我讲几句话，跟他拜拜，来了，来了。你以前当班长的时候有很多话的，啊，谢谢。哎，做大哥喜欢这块。我们那个秘书长啊，做到往生的瞬间，不同意的请举手，就是一个人不走啊。所以大家都同意，往生的瞬间，我们就不要叫他秘书长，好不好？谢谢。是德福啊，那不是吧？你是照顺序好不好？所以就从这边好不好？啊，同学要讲几句话。喂，这块你的毛病叫什么？你看，向各位同学问好，大家的身体非常健康啊，
有机会来南投玩啊、哦，来打我，我等蔡总啊，去南投，谢谢。王培成啊，跆拳道国手嘞，你讲呢？跆拳道被动哎。我是向阿王培成，哎，叫我也来当阿王协会。阿五个都来哈，我是感觉较无意思个。啊，人出个时间也无偌长啊。啊，逐面拢要比迄个，啥物人较好个，啥物人较好个。我咧讲个就是李子头。我是较中几啊面拢无个来。我讲吼，同齐加一个情尔，你毋免比啥物人较好个，较好个，对无？唔免 BA 了，哎，免 BA， 祝大家啊，那我多，以后做伙，大家开讲一下，是最好，对不？谢谢啦，谢谢了。恭喜我们张八个，我来第一次拿这个麦克风，我怎么讲？啊，我叫八兵万岁嘛。我叫阿飞啊，大家都认识啊。这次叫大家都认识我，五花乐队都会放炮的，哎，就是这样子。祝大家身体健康，快乐。我们的前会长那个王世培啊、哦，来跟大家讲讲。各位同学久违了哈，五六年没有来参加了，啊，今天很高兴又再次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祝福各位大家事事称心如意，谢谢。那个证书我们就不讲了哈，那我们就请同学讲话。副会长。哦，副会长那个江董。江董。没有，我懂什么懂？江总，你不要骂我，我每次都说你小三两个。哎呀，秘书长，我在这边，我带你都来不及了，怎么敢骂你呢？口罩不纳起来，哦，纳起来，你今天就讲。现在疫情期间，口罩还是戴的比较安全。哎，不好意思啊，今天来晚。十点半就打电话给你，你大家打。身体健康，不好意思。很高兴呢、一年一度同学会又见到大家。看到出席的长官同学，大家身体都很健康，笑容满面。就真的觉得很欣慰啊，很高兴。希望我们每一年的同学会，大家都要健健康康的来参加同学会。然后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我现在慎重的介绍一位，每一年都花好几万块钱在赞助同学红酒两瓶，他今天要一定要讲话，好，一定要讲话，回访的讲话，精神抖擞的睡梦。睡梦，快点快点，快点唱首歌给大家听。唱歌。爱共，真的，他每一年都赞助各位两瓶红酒哦，好，就是每一个同学的两瓶红酒，谢谢。那先长官，那算好啊。好。是。要注意。您在拢看我那有气呀啊！我这个做啥，你们真爱好伊啦。啊，我第一摆拜托，我不叫你们做哦。秘书长那边就他做12年了。所以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谢洛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啊，
做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还有改变。哎，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舞蹈老师，好不好？谢谢。我们秦队长、少年班长、贵公子，大家午安。很快就是一年了，哦，希望大家每一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联谊会，有空多跳舞、多运动就是王道。好，谢谢各位。Hello， 大家好，我简单过一年啊，过一年过啊，还阁有人来看大家，感觉心里心内真欢喜。希望大家对家己身体健康爱加强注意。祝今仔日同学们成功，大家身体健康安，万事如意，谢谢。同学会，我于时间上允许的话，我绝对会到，因为我非常珍惜我们同学之间的友谊啊！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洪基队长、刘班长、刘班长、张班长，各位同学，还有今天啊，助力最多的、啊，事实上我们的同学会啊，出席的一年比一年少。啊，每一次的相聚是一则隐忧啊，但是每年都会少啊，这一则一则抱歉啊，一则一喜啊，但是人越来越少，这一则隐忧啊。我说还好，有我们的建筑们啊，今天建筑的出席率比我们同学还高，我们啊，掌声啊，来欢迎啊，我们所有的建筑来跟我们拜个谢谢谢谢谢谢啊，还有我们地勤的长官们啊，谢谢哈。大家啊，真的有点伤感了啊！大家都希望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我相信每一个人的都希望这样子。当然了，我们的同学们里面也有因为血糖啊，因为糖尿病啊，然后造成身体的不便。我想啊，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了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啊！来这边呢，一样了哈，祈勉大家祝保重身体啊，然后每年来参加联谊会啊，当然了，能够越参加的人会越多啊，好，谢谢大家，谢谢。秦队长，各位班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16号董水土，我家住金门。目前住桃园，我唯一的心愿，希望10年、20年以后，看还有几位同学会在最后的一见一次面的时候，到时候，互相来看那个的话，是最好的那个，可能过几年我会回金门，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我那个小乡下走一走，这样，谢谢各位，谢谢。到最后这一人一桌，哎呀，在这个，谢谢。各位长官、大家同学，大家好，我是58号孙明江，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人年有余啊。
新年啊，不是新年哦、啊，各位老王老王拜节来。新年快乐！啊，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我是五十五号周小华。啊，我祝大家都是平安、健康、舒适。啊，明年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同学会，谢谢。这是我们这个县市的副秘书长，当时说他要升秘书长的时候，他就不参加同学会了，恐吓同学。啊，对不对？啊。区队长、班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学，昨天下午的时候让我看烂啊。看了一个讯息，我好高兴。当过会长的人，啊，在我们蒋前会长的加持之下，说，哎，不要再当了。从那一刻，我好高兴，因为我当过了。谢谢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三年了，两年三年了。当一届呀、啊，我们当一届了，就被赶下来了。啊，恭维了，恭维了，来，恭维了。长官，各位同学，我是廖本昌，今天晚餐是我定的，不好吃，可能会来骂我。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讲到好吃好吃，下次再来吧，谢谢。最后一位，他外号叫抬杠，为什么叫抬杠？他在第二四校的时候，演讲比赛是第一名的。他声音很尖锐啊！我现在请他，请他致辞啊！谢谢。长，要不要带你唱新歌？区长，各位班长，各位同学，大家午安。赵锡明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房事如意，谢谢。同学都介绍，都致辞完了，然后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从北中南大家在聚集一堂，在那个在参加111年的同学会感谢很多同学我们这聚餐都没有收费，很多同学都是2000-3000班长啊，还有同学都2000-3000，有的还有花莲那个班长赞助到6000刚才总会赞助我们5000非常的感谢所以说这次聚餐也是我们向心力的一种啦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接下来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差不多还有10分钟那我们就要因为高会长卸任了嘛那我们要重新选举会长。选举我先报告一下明天的行程好不好？明天因为明天晚上住旅馆了，我们就那个跟徐波良到那个莱茵汽车旅馆那边然后你们刷卡的刷卡户线的户线然后住好房以后，然后晚上就开始喝酒喝完酒以后睡觉明天早上8点起床应该7点多起床吃早餐了早餐以后，然后我们就8点半要出发9点半我们的船是那个阿姆林的船我们是包船的，他会等我们我们是等同学骑了以后我们在游湖因为这是板水位的，很难得的板水位的，可以上到那个上面，那个好像有，原住民的部落那边半个小时，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就到阿姆林那个餐厅午餐，那我们就是坐船跟午餐
午餐我们是订做三千肉哈、哦，啊，坐跟坐船我们就着收500块，然后不够的话，我们就以同学的基金哦，基金那个哦赞助那个水酒哦，饮料费了，啊，然后我们就吃完饭以后，我们就到吃午，哦，吃午以后，哦，看看那个卫兵交接。交这些哈，然后晚餐的话，我们要请那个三位同学哦，还有副会长，还有同学哦，啊，请我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哦，我们就各自解散回家，哦，这是明天的行程，今天晚上跟明天的行程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选举会长，我们有一个提案就是说。我有那个电脑，我放一下。会长任期2年哦，啊，同学会哦，由那个没有当过会长的哦来担任，啊，这样哦，因为大家年纪都大了哦，比较有机会哦，没有当过的来当会长。啊，这样跟大家同不同意？同意。哦，不同意的请举手。哦，通过了，啊，都同意啊。好，那就是进行到我们哦，按钮哦，就是说，我们就提没有当过会长的哦，啊，提名三位，哦，然后，要举手表。举手，举手表决的请举手。没有要票选的请举手。秘密投票也没有。我来说明一下好了。好，明年可能又绕跑了。好，这跟去年一样。好，去年的有一位会长，因为他是被推举出来的，本身没有意愿。好，啊，有一些呢同学们可能有意愿。但是因为建筑呢，担心他太辛劳了，可能会不赞同他选，那我想我先把我跟秘书长有建议的事情提出来，让同学们了解一下，我们这是同学联谊会的会长，我想只是一个代表性质而已，不代表他能力多强，他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们同学们呢，大家都有机会，大家来轮流来当啊。当然怎么轮呢？就是已经担任过会长的，我们就不要再跟人家抢了啊。没有当过会长的呢，希望呢，一人两年嘛，一任两年，我讲错了啊，一任两年。我想在10年、20年、20年以后，我相信这个会也解散了啊。我想大家要把握啊，这。几任的机会来替同学服务那当然了，同学们会担心的就是说我无钱啊，我的生活在这艰苦的啊，我安怎哈？这个都是秘书长造的孽没事呢，喜欢在那边戳人家，你要捐个嘉明月要捐个2万、3万、5万啊，把人家吓跑了所以我在想了原则上我们。未来的参会我想要公开的公开的给我啦比如说一个人多少钱我相信大家小钱大家都有这个能力能力好一点的呢就赞助的方式我除了自己的费用1000块或2000块我还可以赞助2000、3000、5000的例如我们最近这几次办的这种活动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那如果希望多带建筑来的呢也无所谓人越多越热闹我想用这种方式不要接会长的人一定要负责财务那这个重责大任我相信可能又要流会了我想我这个建议如果希望大家能够同意如果有念说要改修改的也可以来秘书长秘书长还有一个第二个我记得翁会长我们是109年在东港我卸任交给翁思伟他的一任还没有到期所以请我们现任会长来代理嘛对不对所以他
他原来是去年只是代理会长，今年才是会长，对吧？好，我的想法这样对不对？好，然后由大家去决定，好不好？来，代理可以，安内都没算了，你够走了啊！他这样讲，他只有当一年嘛，对不对？啊，你控制，对不对了？一阵要两年的，是不是？刚才那一个哦，你要补助哦，补助我们3万块。哦，你是标准的墙头草，讲前会来讲完毕，你这你要去骂的。你现在都做好了，你还叫我再当？改一三啊！我讲实在话啊，会长真的没有几任的，讲实在话，我是希望把这个机会啊留给大家，好不好？像阿飞啊这个优秀的，都没有写，非常谢谢钱老大，都可以，好不好？打开了没？谢谢啊。好。没过了没？你拍过什么？大家拍手。真的好人啊！给你推荐的。总统像宋正龙很优秀啊，他也没当过会长啊。他只是当过副会长而已。我跟你讲，讲好了啦，他要当是会长了，屏东要当了，屏东。屏东哦。开玩笑，我跟你讲，当过没当过，当不好，当不好。我建议我们那个钟正宏，他住屏东，他当会长，好不好？站起来就行，去打。又做会长真好哩啊！咱拢闲哦，就来遐食火锅鱼啊，对吧？食较爽，食较饱。高文志，大家都拍手啊！我也拍手啊！大家选谁啊？好，因为正式提名的，大家肚子也饿了，不要浪费时间。我是提名周正宏，赞成的请举手。哦。啊。好，起来，放下。啊，全票通过，连家眷属都同意。啊，请我们新任的会长支持，谢谢。我们介绍干部啊，各位同学啊，各位大嫂们啊，谢谢你们的厚爱了啊！有这个机会能够替大家来服务，坦白讲，我是也是很高兴的，因为这个同学会没有大家的力量的话，没办法组成的。啊，这个会希望能够永续的经营呢，能够有每一年的话，同学能够越来越多啊，要把这个会啊办得有声有色。当然啦，这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我们最辛苦的秘书长林建昌，两个我的拍手去了。好啦，那我秘书长啊，不然呢，我干嘛拍手啊？各位，威胁你哦。我们唯一的秘书长是谁？林建昌，请再先啊，再一次，林。我会长不当了，哎，就这样子了，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太可爱了。啊，我们这次所有选会长这一次最快、最迅速，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请我们那个往生之前都是秘书长的，好不好？谢谢。我身体不好啊，还有。皮肉多病，我跟你报告啊，我你讲讲的痛起来。皮肉多病，我未使阁做秘书长啊，我莫控伊啊，控伊啊，你讲，控伊啊，我讲啊，伊还，伊哦，我伊讲我要做秘书长哦，伊要甲我离婚啦，啊，从我再来哦，要阁做要吵哦，对不对？叫伊改掉，你都你。我还移动呢，你搁家坐试看卖啊？哎，真正啦，我们中正龙当会长，他能力非常的过哦。他在南部哦，当那个
义消大队长哦，哦，伊人民足快，屏东啊，各位人民足快，所以讲哦，我们他当我们的会长也是我们大家的福利啊，哦，啊，像上次去屏东，我们小林酒办的哦，他也哦出钱出力哦，哦办得很好，哦、我们都吃黑尾鱼啊，他有一个推手，对啊，他一个推手啊，推手讲两句话。讲好了，我们大家伙。本来伊啊，那个同学去哦，伊拢做高二的。不用了。我啦，你有赞成恁老公做安尼会长无？有啊。有哦，一年要出二十万哦。我讲你讲，伊原来伊无答应啊，啊，咱每年拢吃蛮钱啊。黑尾鱼吃个饱了。哦，好啦，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了，马上要开动了哦。你还没有卸职啦？啊？你还没有自卸？无啦，我后盖头会动。安尼就好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啊，休息一下。因为你每年都有送奖金，太多年了。哎，
那你每年都送两千，我再投你一票。哦，没有，没得没有了。因为我没有做，所以你一定要做万年了吧？干部都天气够热，爱多喝水，爱搁食迄落大西瓜，买在这边高产量，高产量不？可以食。继续拍，继续拍，两个拉六千，学长嘛，那也会上你一人两两的呀。退休，退休是咪的？干杯！退休哥。退休。对。安啦，空调。谢谢啊，大家上天要上天。快快，他们两个就好了，老婆能一样。喂。
看我听你说，但是我们有做这样的努力，哦，那要跟大家报告的是，哎，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这些活动天上班，啊，但是都能够凝聚一些这校园，哦，很轻松的参加这些活动。那特别跟大家报告，明年这个建军百年的这个活动，就开始你知道吗？林建章哦，先宣布了，有口误了啊，光火星啥千来年哦。报告班长，为了明年百年建军的活动，我今天早上已经在屏东校友会的李建树，我宣布，我捐20万，为了这一个哦，这个百年庆的这个活动，联系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来参加。哦，我们会集中某个点，或者说各县市的校友会，哦，他能够一起来办，整个遍地开花这样。来，这个很重大的一个事情跟大家报告，请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参加，多多来支持，谢谢各位。公司料是我的校友会的男同校友会的副主副会长。
再见。
编呢？人家太疯了，宜兰呢？不是，我没有糖尿病。我现在在家，在家了。可能以前开大货车吧。我了，我比你优秀的那个，要接受表扬。对对，最优秀的差点撕开了。你不要，你那边没有，你就带回去啊。有，带回在我车上。真的，车上撞到你，你还有事情。他疑心病很重，还没开车，要那个拿到疑心病，然后要去还呢，还难呢。啊，李会长。非常厉害，所以我们那个营销委左右的球队，喝酒喝那么多，来下次来，这是我们的错，下次来，我本身喜欢打篮球，你要快点，你要一对一，不然我们真正的老弱残兵，趁热发动一下，趁热发动啊，都有年龄的，好，谢谢，啊，慢走了啊，慢走，拜拜，谢谢。八五平码头，直接到八五平码头集合。
我爱你聊了咯。啊，我两个朋友处理好了。